来看到我们的大猫熊宝宝营养呢，这个星期天就要过生日咯。一岁生日，现在动物园公布了他之前吐舌头耍俏皮的照片。其实营养从小就喜欢吐舌头，而且现在呢已经从出生时183公克转眼间变成了33.8公斤的胖妞了。一起床，圆仔看到园方准备的满周岁水果冰蛋糕，不过靠近一闻，相当不捧场，掉头就走。本都是妈妈圆圆比较识货啦，尝个几口吃了起来。圆仔7月6号就要满1周岁，还妈妈正在一块蹦蹦跳跳，不说你认得出来谁是圆仔吗？胖嘟嘟的圆仔吃吃喝喝，体重从出生183公克到现在已经来到33.8公斤，和一般一岁的猫熊一比，圆仔可是领先其他的猫熊宝宝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胖妞。不过这个超萌的吐舌动作，且体格健壮，攀爬越来越软 Q， 模样超级吸睛。圆仔暑假可没有闲着，将加班1小时陪伴大小朋友入园相见欢。记者张哲伦、雅慧台北采访报道。